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看 SPM 2018的这一题，OK，所、so, 以我的这一个地方呢，我的二 log x y 三呢，这一个地方呢，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样嘛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二 over log x y 三，我可以把二抽出来，它是一本 log x y 三，那 OK，所以它的这一个呢。我就会变成二 log 三 xy，为什么这一边可以来到这一边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的这一个 log ab 会是等于一百 log ba，所以我换 base 的时候是这样，所以我这一边回来的时候，log 一百 log ba 会变成 log ab，这样，OK，当然你甚至可以这样想，就是说。我的这个一百 log ba 等于一百 log ab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替上来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log ab，这样就更麻烦的想象了。所以事实上我是直接把它想象成这一个，然后换 base 三百 xy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二 log 三 xy，然后 log 三 y。然后我把我的二这一个 power 搬回去前面这一边的时候，搬来这一边的 power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log 三 xy 的 square 等于 log 三 y，然后里面一样都是 log 三 log 三的，所以里面一样 y 等于 x square y square，然后我把我的这个 y 我把我的那个什么 x square 搬下来，然后我的 y 除下去，所以我的一本 x square 等于 y square 本 y。然后我就有什么一本 x y 等于 y y 等于一本 x y，因为题目要 y interval x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